曾经梦里的她应该是身披金甲圣衣，脚踏七彩祥云，谁知老公摇身一变竟成了酷帅骑手，也是相当符合老婆粉们的幻想啊，连这出场方式都那么的特别。欢迎你们，虽然现在的妹子们换老公的频率基本上也就是一部剧的时间，不过蛰伏多年再次破茧而出的老胡同志，不仅有着一大批忠实的老婆粉，这男后宫团也是相当可观呐、自带 CP 属性的体质也是百年难遇，这撩妹手段更是信手拈来，随便开个扫，胡椒粉们就已炸裂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。掌声在哪里？都说喜欢骑行的人都有一颗崇尚自由的心，当然我们的老胡同志也不例外。不过说着四轮跟两轮差别的老胡，你是忘记自己还有某四轮车的代言了吗？知道喜欢骑行的人是都有一颗追求自由的心，对，狂野的那颗心啊，不一定是狂野，不一定是狂野、但一定是向往自由，追求自由的。我说我为什么从小就喜欢骑两个轮子的车，不管是自行车也好，摩托车也好，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开着四个轮子的车在路上的人，那是他的身体在路上，但如果是骑着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在路上，那是灵魂在路上。